年底台北市长选战，蓝绿各阵营卯足全劲造势，想抢到党内提名入场券。个案关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到现在还拔剑四顾，找不到对手。台独大佬辜宽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，忍不住开炮批评柯文哲对台湾价值坚持完全靠不住，甚至说出敢出卖台湾的人只有柯文哲。被大佬这样批评，柯文哲今天出席活动时只笑笑回应：“我有知道他的意思的，他以前就跟我讲过，因为我拜访过他，你说哇，你这些大佬大败。”柯文哲还说，正确说法是他有能力出卖台湾，但一定往好的方向发展啦，请大佬放心。哎，我讲哦，这当然很多人每天在评论我们，然后我们再去评论他对我们的评论，那不是很奇怪？所以有时候哎，算是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绿营怕民进反弹，台北市长选举不敢礼让柯文哲，却又怕他出来选2020搅局。看上连任之后就不会选总统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不会啊，不然每天做自己的事，我哪叫打归打完踢笑啊？好了，有你这句话，大佬跟小英都安了，后面该怎么做你们知道了哈。苹果欢庆15周年。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